我们今天就来画护身的一寸状吧。一定要一寸哦。对对对，一寸太小了画不了，那个笔放上去就一寸。来吧，我画肉了。糟了，南哥遇到瓶颈了。露露的精髓记得画出来啊。画好了。笑几笑。绝美啊。看我。哦，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。这个佳佳有点像。眼睛太大了。这大耳朵弧度哎。这有那种大耳朵。大耳朵。大耳朵。有那味道在里边了。你画个冰块。咋一画摇身就叹口气。我画上一些。你不是灵魂画手吗？我画的真的好。真假的？他是真的是灵魂画手。我是真的画的。你学过吗？学过。我学过国画。我学过国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国画啊！你别给我画成，你别给我画成一座山了呀！我小时候少年宫，少年宫一霸。我画完了，兄弟们。你画的谁？时光。这手势可以吧？不错，六分，你打六分吧，满分100分。我期待这个国画灵魂画手的画画。期待期待。我给大家打个六分。我自己都期待。你也好好期待，真的好好期待。我承认了。这个屁股下巴看见没？真的，我得给，我真的。我真的给你打九分，满分100分，我给你打九分。再给你打九分，满分100分，人疯了，我现在。看一下，野哥，你完了，野哥，我也结束了。我给大家打个六分，满分100分，我给你打九分。我小时候少年宫一霸、啊。你是哪个少年宫的？跟我说。这个哥呀，神兄们，你看看你自己。哎呦我天哪，他在找自己。八哥，哎呀，百分百还原好吧，各位老铁。哎呀，哦，看看看看，换我。哦，你换了谁啊？对，这人好，可以。啊！咱们一姐给你哭死啊！可以画画他。漂亮。得了。哎呦！这个有含量啊！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啊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这是真的啊！哎呀，你那个是柯南画风的，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偶像团体？要不咱们把微博头像换成这个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拒绝。